你们说我是最接地气的偶像，我很喜欢这样的称呼，因为我想跟你们近一点，更近一点。我会一封一封去读你们写给我的信，一样一样的去看你们很用心给我挑的小礼品。你们送给我的东西我都留着，因为这样会觉得我们的距离会近一点，更近一点。我很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替我完成了没完成的任务，感谢你们替我实现了没能实现的愿望。在你们身上，我仿佛看到了人生的一万种可能。我时常在想，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无所畏惧地喜欢我？不过我后来想明白了，就像我不需要任何理由的那么爱你们一样。与其说我是你们的偶像，不如说你们才是我一路上走下去的力量。